三八精粹，要你好看。本科借200多万，我们银行有权利强制查封这间旅馆、啊。自己的旅馆自己家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哇塞！你好，我想要打工换宿。在做工厂，大免钱啦，做工课来住啦。啊，意思就是要吃你困我。一个呢就有168个赞，欢迎光临今日温泉旅馆。岁月，然后他还牺牲了我们的亲情的东西，怎么会现在快要就是危险？我们自己也会很，已经怎么都没有觉得，好像家人啊或小孩子才是你最后的依靠或什么的。恶性肿瘤的含义是什么？嗨，我老公跟我讲的，恶性肿瘤就是癌症的时候啊，他就在哭了。其实我想封闭自己，像贝壳一样的不言。到三观，我你讲我一个人拍落去。你 care 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你就很怕失去它，你知道吗？你越在意失去它，你看到它要不见了，你心里面就会更痛苦。当年我们妈蒸的地方就在那里，就是那一个小峰，那个小山峰。然后我们在这边，他们在那边呢。兄弟啊，赶快出来投降吧，不要再受共产党的那个欺骗，你们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。然后他们呢就骂我们了，你最好是泰国的走狗，你来帮人家打什么？又不是你们的地方，你们这国家都损失了，都死掉了，你们跑来这个地方还来替人家卖命。我老妈做头前一直讲我，真正有一只野才大只吼，八礼拜。我跟你说，那不会是我爸，你听不懂啊？那不会是我爸。
行出来，我都好惊。但每一次我都同自己讲，我要真保守。所以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怨念太深，他会留在那个地方，世世代代干扰，不能安宁。前世的恩怨，前世就该了结。人可殊途，你又何必留恋？大家拢去万隆坑啊！大家拢去吹啊！你还要继续跟吗？每年在山里失踪的人很多吗？其实该带走的应该是我，不是你们。合作，你醒一下！我留下来就好，您快走。如果没出车祸，现在已经搬进新家，准备去蜜月。小恩姐妹的离开，其实我们都跟你一样难过。怎么听见吗？告诉我！我没有想要这样。但是你想要怎么样？去完成两个人还没完成的事吧。吃完包子还不够香，我宁愿让他们死很难看。我好想你啊！林夕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每天都被欺负，你才会真的明白我的感受。否则，你现在做这些。只是想让你自己好过一点而已。但很明显的，有人在蔡老师的茶里下药。你有没有在蔡老师的茶里下药？没有。那化学药品是谁放的？你听我说。我不知道。学期还很长，放轻松一点吧。全世界只有何心颖最重要就对了啦。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吗？我都知道了。你要毁掉何心颖的人生吗？就成个冇晒信心啦！我冇识打劫老豆啊，冇人哋咁大啊，大专错出唔到啊！撞咗先嘅，应该无效。喂，呢个好明显系防守还击，刺中得分喎、啊！点解你要不断逼我去完成你都未完成嘅梦想啊？就是刀口活，弱肉强食的。况且我们都是依法办事啊。九月我
骨髓检查就 check 到系血癌。我叫做心月，我而家做紧第一期嘅化疗。末期，唔可救噶啦，唔可医噶啦。